小朋友们看这个灯谜，红口袋绿口袋，有人害怕有人爱，大衣植物。你们吃元宵了吗？好热闹啊，我们一起去逛逛吧。城隍庙历史悠久，为长江三大庙之一，旁边的豫园是江南古典园林，古人称赞豫园奇秀甲于东南，东南名园冠。每次元宵节我们都会到豫园祈福，大家烧完香就会提着花灯逛庙会。中心广场是新年主题灯会，旁边是24节气习俗的彩灯，还有财神爷彩灯。咦，这里有个灯谜，一个小姑娘生在水中央，身穿粉红衫，坐在绿船上打一植物。还有这个，耳朵像蒲扇，身子像小山，鼻子长又长，帮人把活干，打一动物。我知道了，先给你们卖个关子，我们往前看看吧。这是九曲桥，从这上面走过去，寓意走过一年的曲折，来年顺顺利利，没有烦恼，还可以在这里体验画年画、剪纸哦，真有趣。揭晓谜底了，第一个是辣椒，第二个是荷花，第三个是大象，你们猜对了吗？关注我，开开心心过寒假，别忘了给我点赞哦。